决战北风北，好，现在不容易，今天真的是峰回路转，很难呢，而且是啊摸四台，逆转胜，你要胡两把，你一把就可以把 KO， 好，这个一万，两万一千多，好，两万一千五，庄家开门，两万一千五，三，决战北风北，来看两家的牌，先看一下庄家好好的牌。噔噔，嘟嘟，好好好，可以出菜喽。鸟，左手碰，左手，对不起，碰，二条，一颗，一万。九颗，九条，八条，还为自己自己称赞自己，很棒这样。九筒，六条，四条。吃一个，拿进来。好，五条，四万，九条，九万，像哦，左手不要上，五颗，五颗吃，好，到左边，八筒。八万，二条，给你二条，九筒，是吗？什么？哎呦 ，QQ， 马，嘟嘟，白忙一场。拜不服我打上来，白忙一场，一把 KO， 辛苦，好吧，所以恭喜好好获胜，恭喜，来哦，26500跟我的决战北风北，决战北风北，好，恭喜好好哈，这个26500啊，耶，哎，上一集是他两万多少？23800，他被有奖金锁住了，你今天比较高，多了3000，好，你们三位很可惜哈。啊，送你们养生纪念蛋，好，补脑补眼补手气，来，运气补起来，一把哦，好，五，决战北风北26500，看两家的牌，好，先看一下庄家好好的牌，顶起来，好领，好奶，出菜，一万，九个人玩。二万，才一二万啊！来，八万，我不要的九万，二万，四万，嘿，那么巧，九饼。
八颗。调酒。九颗。可以怕。他给自己加油打气。三瓶。啊！哎呀，三饼，被吓到没有被吓到，三万，淡定，你怎么可能？三张，太扯了吧！三万，哎呦，嘿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嘞，来哦，怎么？五条。等我想，我等你，我睡一下。困起来。听那么多啊？嗯。哇塞。三饼。不是。啊，不是。等我一下。不急不急。我现在很紧张。不急不急，不急。不会弄啊，要不要教你？不行。对啊，当然。嘿，那么准。再讲一遍。嗯。什么？大声一点。一秒。服了。还要直接，他直接昏倒。很简单，他很戏剧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就在想，你拍倒一下我看看吧。而且又昏倒，好像打二条听什么？对倒。打二条听对倒，你三条，你三条没有啦，对啊，你自己三张啦。我就觉得好了。他很帅的。对。对啊，你打二条是听一条跟二条对倒啊。对。对啊。你像打，你这样打一条的话，听三条跟。二饼对倒，他一定要想说，他这样子的话，再摸条子好转，对，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太了解你了，被我守住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来来来，好好来，好难过，难过，不要难过，他直接心死，他也难过，他上次两万三千多，我的牌很美，直接不知道怎么选，他也他的牌很美，不是，我是手气好，对，你看我四万碰得出来，我两张五饼抓成三张。我抓了三张三饼，对，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下一集我会过你水。好，要你再打一条，我就过水，对，不好意思。不行，你要过一次，不能再过一次，会过一次，就是过一次，不管什么啦。对对对，好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也欢迎观众踊跃报名参加我们节目。是的，想要参加的朋友呢，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报名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